MC 玩家有多可怕？注意看，这名玩家来到了村庄，想要购买一把铁镐。找到这里的工具商村民之后，玩家掏出了10枚绿宝石。村民收下绿宝石之后，在工作台一阵叮叮咣咣的敲打，拿出了一把钻石镐丢给了玩家，接着就继续工作了。当玩家拿起钻石镐，突然想起来，钻石镐要25枚绿宝石，自己好像只给了铁镐的钱呀。你要做一个好孩子哟，快把镐子还给村民吧。为什么要还？村民给你，你就拿着呗。这是你花绿宝石买的，又不是偷的。村民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才产生失误，给了你钻石镐，不还也应该把差价补上吧。村民失误关你什么事？赶紧拿着钻镐走吧。快点啊，等着排队呢。他的镐子里有毒啊。喂，是 MC 保护协会吗？我举报这里有村民出售假冒伪劣钻镐。